以后打车赚的花钱都有没钱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嘛！你打车过，你打车过来不要紧嘛？过来，我这有。好好好，我过来，过来一下。视频中爽快付钱的人就是大卡车司机王新亮。发生车祸之前，他正在驾驶大卡车正常行驶。他呼，这样大概是这边。他电瓶车不是他靠的，他不是靠边去嘛，是吗？他不是的。他不是从他这大车。你们是他过来，你过去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怎么回事？我听到了他撞了。他这个酒喝多了，小孩今天酒喝不一点没有用，没有。我看他酒喝多了，是吧？我老早就踩刹车了。还刹车的吗？他碰击还刹没有。虽然王新亮早有发觉，但是事故还是发生了。王新亮第一时间下车询问李国友状况，李国友一直强调自己没事。不行，我打110，我赶到医院，他说没有，不去，没事没事的，你说没事，检查一下的，真的没事了，好了，对吧？就可以了。王新亮认为这样不行，赶紧打了急救电话。来到医院后，王新亮在民警的陪同下联系到李国友的弟弟李国强。此时躺在急救病房的李国友正在医生的初步检查，检查完后判断是颅内出血，严重的话很可能导致生命危险。医生现在需要赶紧对李国友做进一步检查。弟弟李国强人生中时第一次来到医院，面对一张张的需要做化验的单子，瞬间让李国强没了头绪。他只能按照门口保卫大爷的指点办事，效率十分缓慢。惊得万难，李国友终于被推进了口室。这时司机王兴亮在那边也和民警做了事故判定。根据现场调查，王新亮是没有任何责任的，但是毕竟人是撞到了他的车上，这让他内心十分不放心，便再一次跟随民警来到了医院。弟弟李国强拿着一大堆报告来到门口，交到了保卫大爷的手里。可是谁知李国强却少了一样血液检查报告。王新亮看李国强连基本的检查流程都弄不明白，这让他十分不放心，在交付完钱后主动留下来协助照顾李国友。当保卫大爷询问李国强他其他亲属的时候，李国强表示哥哥是个孤寡老人。那边上大马路嘛，大公路嘛，一块2000块钱吧，就够掉生活花。听完李国强的介绍，由于李国友的病情需要住院，肯定要需要一大笔钱，所以医生担心起了住院费用。因为我们老外科可能想收他，但是怕你们没有什么住院的费用。是王兴亮告诉医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先就医。你那一定要敲，一定要敲，要多少钱一定要敲？要住院的是吧？啊，肯定，不管敲好就算吧，你不敲好怎么办？这边和医生说好后，王兴亮又来到了李国友的旁边。难受吧？啊，安心养伤啊，好吧？啊，你自顾睡觉。安排完一切的王兴亮就一直在医院等待着。当他听到医生呼喊李国友名字的时候，他连忙跑过去。当听到医生让他付费的时候，也总是爽快的去付钱，这也让李国友的检查流程得到了很快的处理。空闲的时候，王兴亮还在一边鼓励李国强，不管来做多少，哪怕就是油更好，没有甩锅卖铁也要，对不对？人命关天，假如我有了，我对吧，我有一线之路也不能去偷懒，对不对？车祸导致李国友脑部受到撞击，他需要每隔几个小时做一次头部叩，方便了解颅内出血情况进行下一步治疗。这个期间王兴亮一直待在李国友身旁，他并不急躁，反倒一直安慰李国友。给李国友做完检查后，弟弟李国强表示自己明天还要工作，就先回去了。我就过去了，我看我明天看11点钟下班，看11点钟下了班回来。11点钟。面对李国强的坚持离开，王兴亮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便独自撑起了照顾李国友的责任。此时的王兴亮成为了李国友唯一的家人。这时脑部会诊医生把王兴亮喊到了一边，李国友的结果出来了，需要手术。面对医生的询问，王兴亮一再强调自己是李国友的亲戚，可是当医生询问是什么亲属的时候，他回答不上来。是个什么人啊？你讲我啊？嗯，我是个亲属，你讲。啊？你是个什么亲属？你讲吧，没事。不是，你是个什么亲属？你给我讲清楚。跟两个相碰的那个。肇事方的。他家里人有吧？有人照顾他吧？有弟弟今天刚走。家属跑了，真是要住院了，你家属跑了，这怎么行？你们是肇事方，对吧？你好多事情你跟我说。虽然王兴亮想把所有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，但是手术前的风险承担是必须由亲属签字的，这个东西王兴亮没法代笔。无奈的王兴亮只能打电话给李国祥。上班嘛，上班嘛，和那治病要紧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过来还不是要打车，要打车赚的花钱都有没钱。你过来嘛，你打车过来不要紧嘛，过来我这有。好，我过来一下。好，面对李国祥的话语，王兴亮并没有生气，反倒表示自己只有先把救命要紧，这才让李国强赶了过来。当护士需要亲属联系方式的时候，
李国强却不想留下自己的电话。联系人和电话多少？写他的方便那就。你是做事方便？对对对。你是家里人？对对对。最好写家里人。我的不方便，我。那要写你，有事要找家里人呢、啊？你怎么这么懂啊？我是我嘛，我是我，我也写了嘛。王兴亮虽然愿意负责到底，但奈何不是直系亲属，有些事情根本无法完成。安排好了一切，李国友就等待手术的到来。在门口的王兴国劝告李国强：“这真错对事了，你知道吧？这，他好了嘛，就表示大吉了，对吧？花点钱不要紧，安心养伤嘛。那、啊、那怎么办呢？下次酒不能再喝了，再喝要出人命死了。”李国友因自身原因导致了车祸的发生，王兴亮不仅没有求他赔偿自己的损失，反倒贴钱贴人尽心尽力救治李国友。如果不是王兴亮的再三要求把李国友拉到医院，那么李国友的后果将会不堪设想。李国友很幸运，他遇到了一位善良有责任心的司机，在危机时刻得到了及时的治疗。让我们一起为善良慷慨的王兴亮点赞。好了，本期事情讲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观看，留个关注带你了解更多感动的人和事。